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今天起来之后看见这个下雪了，风也那个啥吧，一阵一阵的，有时候大有时候小，所以呢这工人就没法干活，但是棚子已经建成这样，只等着是上那个瓦了，上面盖一层那个彩钢瓦，那样的就可以装修室内了。但是今天这个情况啊是干不了活，所以咱今天拉出他们一条狗出去玩一会儿，把黑罗放出去，黑罗让他出去跑跑。嗯，我去把黑罗弄出来，一会儿在外边逗逗他，看他会不会搭理我。上次我记着是扫了，领出去之后他就乱跑，也没那啥，就跟那个脱缰的野马一样，在那一直跑一直跑。但是有一样，我走哪儿他会跟着我，但也不是转头就跑过来，他看着我走远了之后他再撵我。今天再试一下，带上他心爱的小轮胎啊，一会儿我给拿了。你领着他往那边走，我给他拿轮胎去吧。走了，黑龙。前面带路，走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快点，走。黑罗出来，他们都不愿意了。走走走，行了，走，这边走。带黑罗出来很放心，他不会离你很远，他总是时不时的等着你回头看你。走了，这边。哎，基本上叫黑罗不用很大的劲儿、很大力气去叫它，就是轻微的叫一声就走。这边走，看吧。带黑罗出来真的是找你主人的，你主人没来呀？咋？是不是？这个轮胎很重，你知道吗？那小轮胎一干活不知道放哪儿了，拿个大的给他玩。季阳拿起来就很费劲，扔的时候，你看他，不，过来。所以说黑罗的劲儿很大，这样其实也锻炼他，比在跑步机上要好很多，我感觉。对，给他玩起来就没有命了，你看没？可以一直玩。呀呀呀，他自己玩，关键是黑罗，你看，坐那儿，坐，看你那嘴上，真的好冷，今天他这样锻炼一下，然后也可以增加这个身体的热量。呀呀呀，带着轮胎跑了。黑罗，过来！哎，看你啥时候能玩累！呀呀呀！头都扎下去了。黑罗在玩这个花式丢圈。滚一个，来来，呀呀呀，过来，它能挑起来，你看没看？行了，哎，
感觉现在黑罗身上都有肌肉了。坐下，坐下 ，no。太大太大，动不动。现在他咬着那个十来斤那个轮胎，跟玩一样，你看，叼起来就跑，有时候拿鼻子顶着还走了。这个也可以让他再加重的话，就是拉那铁链了，是吧？嗯，拉那铁链，等那个院儿修好了之后，再让他拉，因为这边院里太乱。再一个就是外边你看看这个情况，这地里边你不能在人家这里边拉，最起码得上那边平地儿，小马对平路上马路上那样拉。好了好了，过来过来回来，黑罗过来，闲过来，闲过来，过来，哎，兔兔好个，都忘了你忘了那个鞋了。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坐，坐。他的前，他前腿这一块都显出来那个肌肉条了哈。嗯。你看，那玩的可溜了，我发现。还拿鼻子这样一挑都上来了。嗯。闲过来，黑罗，黑罗，闲过来，闲，过来，黑罗，黑罗，兔，兔，兔，过来，回来，黑罗来。这带着十几斤，将近二十斤的，来跑得这么轻松，黑罗也算是比之前这个体力好很多了。坐。轮胎呢？轮胎呢？啊。这样也可以，多运动运动，对他这个身体也好，然后这个肺活量会增，慢慢的增加的。嗯，他不像之前，以前就是稍微的活动一会儿，喘的那么厉害了。最早的时候，他刚到我这儿来的时候，好像是干什么来着，我忘了。突然就这样，四腿都直了，梆一下躺这儿了。那次吓得我非常非常害怕，那次就从这儿慢慢的就是。让他多活动，这个肺活量慢慢的比以前好的不是一星半点了。我现在我往那边走，跑到那边看他会不会过去找我。你别吭声。嗯，平常的时候他就是在这一直玩，玩疯了之后你走挺远了之后，他一看见没有你了，他在撵你呢。他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，还是我一走他就跟我走。轮胎都不要了，这才是贴身保镖们。然后带黑罗出来，不用担心，就是他跑丢。他只要离你远了，看着你往这边走，然后就跟着过来了。这还可以啊。嗯，我还是比他的玩具重要。我总想他是能跟着我的。拿着你轮胎，咱走吧。太冷了，外边。他玩够了之后，那东西都不要了，你还让他拿？走了走了，我给你拿着吧。好了，回家了啊，回家了，走走。
回家不玩了，走。还是想抢我扔了。黑罗这叼起来这轮胎飞奔的速度挺快的，这证明这20斤轮胎在他身上就跟玩具一样，特别轻。